我叫唐三儿，我已经开学了，学都开了，家长会还会远吗？家长会都开了，一顿毒打他还会远吗？但是没有关系，我有特殊的沟通技巧，绝地求生靠的不就是咱这一张嘴吗？知彼知己，方能百战不殆。老师找我爸妈，无非因为这个事儿。在培养西洋乐器和西餐礼仪的毕业晚会上，负责晚会布置的我，非要选用中国风的屏风做装饰。不光是做装饰，我自己个儿甚至用屏风把我包围了起来，打造出了环绕式封闭立体空间，孤芳自赏。就在老师和家长责问我为什么不中不西风格混搭的时候，我才会告诉他们，因为这叫做 Made in China。 硬蹭啊，小伙儿，有理有据的借口，谁请我家长我都不怕了，我就是怕我爸爸怕了。爸爸，你该不会不好意思去面对家长会的狂风骤雨吧？爸爸，不至于的，不就是个家长会吗？不去的借口呢有很多种，什么发烧感冒了，为什么非要以这种自残的方式请假呢？哎呀，孩子，你不懂，最近脚艺人玩多了，我觉得吧，斗气化脚才是最高境界呀。这位是天斗帝国太子雪清河殿下。什么？开家长会还有哥哥来这种操作吗？不行，我也想体验一下开家长会。